政府，不管是哪一个党的政府，两党的政府都一样，当他掌握政府掌握媒体的时候，他就用这种假装是广大民意的谎言来绑架所有人，他把所有人都当作他们可以操作的人，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不是可以被操作的人，所以继续加油，然后不要再让那种假民意，用那种假调查，用这种假的谎言，再来让社会大众以为说反对的只有少数人。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提问。如果我们说他们是假民意、假调查，为什么我们自救会不自己做联署，让他们来签，然后把这个联署书送进去，或公之于众呢？因为刚刚王中明说，7:3是不是的，可能只到一而已。那为什么你既然知道，你就做出来啊？可是其实我们都已经做了。就是其实我包括我们在，我相信很多自救会都不断的在做这种在地联署，像我们在淡海也是，我们2000多份的联署真的很不好签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签，我们已经签了2000多份联署，也已经过半了，就是这个联署书反对征收的联署书已经超过一半，那剩下的一半还是有困难，因为毕竟台湾社会有许多人对于签联署还是有担心，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已经签到过半了，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联署书送出去，他们置之不理，我觉得这个在各地都是一样的状况，我们很努力的在做反对的联署，那要不要请其他不好意思，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说的其实我们以前就有，我们以前我行政的人是说叫我们去联署，但是要有一个官员跟我说，今天是你要我的财产呢，我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无聊，我去浪费那么多钱，那么多金钱来你做联署，你既然是赖清德说100%，那你们就赖清德，你就要拿100%的同意书给大家看，不是要百姓拿给大家看，今天我的土地我要卖，是你说的呢，你说大家都卖呢，是政府，你现在是要你记者你这些媒体，你是要要求赖清德给100%的同意书给大家看，不是要邀请民众呢，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搞清楚状况，而且这种事情是你政府要去做的，不是百姓要去做的。对，我来要甲大家讲的，就是讲，咱这人拢爱谈到人家，咱这人拢爱上班。但是你政府既然你要做这样工作，你该你退嘛？你既然讲100%，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回去就可以要求他，而且你们记者也可以问赖清德100%，那就拜托同意书给我们大家看看。啊，你不过分嘛？对不，你讲的，所以我听你讲，台湾的人讲白菜拢无要紧啊，也袂离爱贵啊啦。但是你今天赖清德，你是一个政府官员，你敢袂使安尼讲的？哦，好，谢谢，很棒的想法，温宝女侠，红小大姐这样。好，那今天也有一个要介绍一下，这样子，就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的施义祥，这样子也来到这边声援我们这样。那今天的记者会就先到这边结束，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来声援的教授啊，台湾农村政线政大地政的徐世荣教授，刚刚有成大政治系的梁文涛梁教授这样，航空城有一翔那航空城也要上来讲一下吗？还是好，不要紧，还谁？好，一翔，你帮我确认他。好，大家都很害羞，这样突然变得很害羞。那非常感谢今天来声援的团体，包括说环保红香大姐，然后桃园机场 A7 捷运站的徐玉红徐大姐，然后大埔的柯先生，然后桃园地铁的许会长跟李总干事这样子。然后还有淡海二期的王妈妈跟带着可爱的晨晨跑来的，在玩的这个晨晨这样子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声援这样。那自救会这边有一个四句联嘛，你们要不要喊一下？来，今天来了很多自救会的人这样，然后我们南铁这边有一个系故联啊呢。那因为这一波的这个反破迁运动有很多都是阿尚推动的，是不是请阿尚来就是稍微给大家画虾姐？我们有是啊。有吗？叶太太要不要来？南铁系故联。南铁系故联。我有小超啦，还是文君姐来啦。一联一联。
快点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谈一下。没有电呢、啊，赶快哦，要就快点哦。来来，有很多字就会来嘛，然后。快快快！我来跟你讲，四个人就做事情。那个嘉玲，嘉玲那个叫什么？哦。政府乌白来，政府乌白来，怪手唔通来，怪手唔通来，人民站出来，人民站出来，希望一定来，希望一定来。好，大家加油！政府乌白来，政府乌白来，怪手唔通来，怪手唔通来，人民站出来，人民站出来，希望一定来，希望一定来。好，所有的人大家都加油！当做春联，我们这个礼拜要铸作春联，我们这个礼拜就会在我们沿线那个，就把我们的心声跟诉求，我们会做春联的方式贴出来。我们有一个活动，就这个礼拜六，这个礼拜六的早上，在我们沿线居民这样的家的前面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有这个自己南部当地办的活动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大家加油！哎，别，不要，大家辛苦了哈。